啊，但是你要送来耶、欸。对啊，这个是重点呢、欸。哎呦，这个想吃三饼的话，我直接被宝哥的一个防守碰。宝哥这个不算防守碰，他自己也是可以，他也可以是前进。对，的确，他这个就是三饼断了嘛，这个一四饼要出的几率相当的高啊。哦，好，现在场上有一个小争议啊，是他刚刚要吃五饼，为什么没吃呢？因为浩文摸到了他要摸的那只牌。哦，可以碰到了，不可以碰到你要摸下一次要摸的那个手牌，然后再回来吃。对 ，no， 假溜，但是他碰到了，宝哥很明确的说你碰到了，是被宣告不可以吃牌了。所以大家如果有，其实假溜在麻将大师是没有用的。对，你假溜完，人家还是可以碰，还是碰，对，是的，可以打七条，我可能会打七条，九条定将，对，六条没了嘛，放弃一只八条，对啊，打七掉四啊，掉四顺便又可以碰九，对，也算安全，因为六条这一边已经三只的防护罩啊，的确，浩文这边先跑个七万，这边就跟着跑七条了哦，对。宝哥已经听还是没有八万？哎呦，五饼先跑，主要是这个一四饼很漂亮，在宝哥眼里是很漂亮的一组牌啊。这个二饼吃下来听牌吧，二五条。OK， 泰明哥也听牌，四条上加碰，是否直接掉下来嘞？过关吗？要等他摸完牌再过关。OK。四条放眼望去，感觉好像还不错，海底有见一张，剩一张绝张，绝张啊，绝绝的，绝绝有吗？而且还可以转碰碰虎，五万杠起来没事，四万没事，二五条，泰明哥这个还可以再转对对虎啊，可以，八万冲出去了，没事。那彩云姐这个二条迟迟就是守在手里啊，真的，宝哥还是没有进啊，宝哥先跟着打，九条啊，要不要转？四条就跟他拼了啦，都摸到这个绝九了，这个改三五条反而比较水啊，上天的旨意啊，啊啊，没事。不是欸，改三五条比较多张呢、欸。改三五条还有三张欸。二五条。二五条也很多，但是三五条对对胡有三张。宝哥这个牌我来看看海底有什么呢，我来给大家建议可以怎么打。嗯，没什么好建议，七六万或七八条吧。对。这个一四米我自己也不太敢打。你看他听对对胡就碰碰胡自摸夺水啊，这个我要写精华，碰碰胡自摸三颗红中，泰明哥还是自摸，但是少四少了少至少四台吧，少了六台，还有三少六台三暗克哦，对，泰明，因为我觉得啦，你听二五条跟听三五条意思是一样的，而且四条有人打在海底过，而且你刚刚又打七条。没事，没错，那你这个四条就跟着出去啦，对啊，你又拿那么多三五，要再听中洞的几率，以几率来说，可能剩一组，对，小可惜了，太小可惜，而且这四条不会有人动作啊，没有人动牌，一样是继续牌局的。